哦，那我把雾消掉。好，然后那我可以烧什么？不知道。可以增加一个钩子。是我吗？增加钩子，然后现在没有东西。啊，对。选地图好了，选地图啊。OK， 你那看起来真的很像是有两位医生的感觉。好，跟医生跑。OK， 我这边好了。路。啊，好好。有了，哇，好亮，超亮！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白那个有点，是阴天吧？天这只是阴天而已吧？这已经是天亮了，天亮程度了。哇，而且我的白衣服，可以太明显一点。鬼是第一人称，对，鬼是第一人称，对啊。鬼就不用怕什么，你稍微习惯一下操作好了。嗯，一个震撼教育一下。然后每次玩电锯的话，就是右键可以拉电锯，拉电锯，对，那個、按住。然后如果你附近有人跑步的话，你看地上会有一些红线，有点像那个火烧过那个红线，表示有刚有人在附近跑。他跨那些东西怎么办？所以他不要跨了，他要绕的，尽量不要。刚才现在有看到我抱一下，就是你可以往那边去收。对，抱一下就行了。那个就是发电机修错，或是有人快速翻东西。对。来看你们的画面。你稍好一点。Gosh。你看这卡着，你就在那边卡着，搞屁啊你！你看那当时路障啊，然后去勾起来，为什么当路障？操！我看到了，那人说，这有些红红的勾子在跑过去啊，我们也把它勾起来。哦，对，那喊第一下的时候还有效，第二下就没效了。糟欸，为什么你要卡在那个地方？送流利，看够流氓。知道了吗？哇，怎么大家都在旁边？头。这张很难抓，对，这张比较麻烦，因为这张那个东西太多，冲不起来。开始一直有一个嘶嘶嘶的声音。你往这边走就会看到我，因为在包扎中。当鬼的话很需要听力，因为他视力对，他视力不太好，视力很差。应该说是第一人跟第三人称差别。应该两种都需要听力吧。啊，对啊，要需要，我真的觉得三我超级需要。只是幸存者看到鬼的时候，鬼会发红光，蛮恐怖的。对啊，他前面那一块会，就是那红光是他砍的道具。哦，那是他的道具吗？我以为是他眼睛发光。是不是，是他砍的道具。就是他的红光那角是一定会被砍到，他攻击的话就是砍得到你，然后红光的话就是他砍不到你的位置。好、啊，也是跟幸存者提示说那个就是他的攻击范围。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。通常也不会去理这个事啊，看到他上来我就跑。就是突然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，视野突然变得很窄。嗯，对啊，很窄。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躲在草丛蹲着不动，然后有时候会没有注意到，拆了钩子或是用包东西都可能。怎么你刚跑过来吓我一跳？可是我地板上都没有看到红红的，就是就他没有，因为他就没有在跑，他就是没有在跑。你现在帮我制造红线红线吗？你现在想害我吗？足迹有消失。他是五秒内，就是他跑过去五秒、除非他放弃的半秒，放弃的剩三秒。我旁边这一位医生感觉好像想害我。
已经开始了拉电锯啊！滋，这样吗 ？Double 一手。嗯，就是你可以冲直线，然后砍到我一刀刀。而且很快，他跑得很快。他是跑一段距离之后才会停下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是直接被砍到。不是，就是砍到东西之前，或是自己放按那个取消之前都会。后面有变态啊！干！怎么塞我？快快！我帮你找到他了。干！好这个。你们真的混蛋！哎，人呢？人呢？好了，过来了。哎，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停下！在跟谁说停下？啊？你在跟我说？受伤，受患者，患者。我觉得要卖人了。看我对你就好，刚刚就是你害我。因为这些火到底是谁生出来的？哎，对耶，好问题耶。萨摩喜欢取暖吗？应该是前面的牺牲者吧。有可能。这是那个鬼屋体验营 ，Ness， 然后下一通啊。哈哈，轮流送死。然后说请在这边先做好那其实我们工那个死掉的那个工作人员，对，那个免费，但请附上你的性命。尽量很糟哎，我尽量在外围追，因为房子内太难追了。对，房子内好麻烦。你房子内有一些无敌点很难追啊，对，就在外面追比较好。呜呼，糟哎，好毛。啊，怎么了？糟糕！要倒了，要倒了！好，加油，丰富！加油！啊！糟糕！我一走，队友在害我。那个板子，对，如他，对，你说如果被板子砸到，人会掉下来。对啊，看人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对，那个人呢？风破，没事，就是你普通砍的时候，你要按住砍，不要就是轻点。你没有放图，你没有放按键之类的吗？嗯，我看到你，看到你，看到你，哎，看到你。怎么他怎么杀人魔变粉红色的啊？哦，这个是同族，就是医生。反正你被挂的时候会让其他人看到。医生，医生，你没问题吗？你只是不小心的。哦，对了，是说手撕的话，哇，这个鞭尸啊！手撕的话，那个。非常低 哦，分数很低。现在超窄。你说视野吗？对啊。对啊，真的蛮窄。鬼的视力不好。你听跑步的声音，会有草丛那刷刷刷的声音，然后被砍中会有哀嚎声。哎呦，这个帅气！所以我要防止他一直动的话是按 R， 你就尽量赶快去钩子地方。对对对，那个只能有技能才
开灯，让他比较难游下来。他死掉了。哦，对，死掉了。哎呀，加油啦！死掉了。不，我脑子一死掉。而且我们好像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是地板门的东西耶，还是说我一直被干扰到我没有看到？我又不能跑很快，啊、你可以说听声音，他每次在追人的时候那个声音，那个背景音好大。好了吗？三二十，好。伯伯，你在哪个门？另外一个。OK。有下水道。好了。再见啦！哇，突然超亮。哦，时间抓超准的。我出去。都出去了。那我逃出去。哎，去找另外一个门。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门的标志？你说梅子吗？梅子有没有看到？对，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门的标志？有亮亮。对，梅子正好抓到我在那边弄，可是我已经快开好了，我就索性直接。差两个门，两个门就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没事，没事。闪开！开！